做人得有羞耻之心，知道吗？就像小爱丸子一样，小爱丸子都没有羞耻心的，你没那有你羞有耻什么心，呀？你没你乱没有羞说，耻对心，吗？姐姐有的好吗？有吗？有的。没有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那个群里向梦梦发的那个东西，什么偶你像下啊？到那这些乱是？七八糟的东西。哎，不是呀，那个你们那个游戏，怎么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应该按什么呀？你这个是什么？那个保存到我们再，这个是个解压包，你先把这个解压包下下来之后，然后就是点右键，我解压到下当了前文件夹就呀，可以了。我下了呀，怎么弄？不会，你要解压到当前文件夹，解压出来啊，解压出来，怎么解呀？要么是个安装程序，要么就是它已经打包好的那个魔兽争霸。好吗？我再看一下。小丸子没有魔兽了，它是 VIP 文打件不那个出是。来怎么办啊？对啊，它那个是 VIP 解压文件嘛，我刚才说了，解压到当前文件夹，然后就可以安你装看了。他有没有解压软件？好像没有吧？你解压下一软件个，基本你下一个VIP。360压缩什么来着？我看一下，你们教我，不要教他，这是在祸害妹子，这个又是。你们教我觉我，得祸害不了。我可以帮你大作战，我要帮你打工。哼，可以啊。好好的去直播你的英雄联盟吧。我要给大哥神打工，我不能背叛他。哼，那你就背叛你哥啊。我不管了，你教我。你哥还想每个月还能吃顿饭啊？哎，你不我打也工。是。不想被骗，开什么骗？我没有直播呀，我要帮那个大哥神，我要给大哥神打哼哼，你怎么不给大狗神射猴子嘞？工。哎，然后又点哪儿呢？我问一下梦梦，梦梦你在吗？梦梦不在，梦请问梦。梦梦不在，梦梦，梦梦不在。好烦啊！我 QQ 找他去了，你不给我说算了，我叫梦梦教我，渣渣。哎，摸到那个没有？摸个闪电盾出来。闪电盾。但是我发现闪电盾没有用啊。别人有人族哦。有人族也好啊，没有用啊。为什么没有用呢？啊，我们没东西进去，烫啊！你进去烫啊！你去吧。我才不要嘞！我哎，就是吧。不能烫在自己身上，我觉得要烫在自己人身上就爽了。哎，元兽族是哪先知的？我躲在这里面。养殖？啊哈！哦，都来剑圣加先知。哎，别看到我。群里有人吗？快教教我呀！你下载那个360解压那个东西，然后再把那个压缩包我已经解压了，解压完不知道怎么解压。你看你解压到哪里啊？然后有个 WAR3.exe 文件，双击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群里有人吗？好想唱情歌，嘿，
温暖的烟火。哎呦，经验书。哎呀，我打开了，这游戏怎么玩？你可以先玩玩战役，战役很简单。好。你把战役玩通了，你就差不多会有个两级水平了。这个游戏跟你能力没关系，我跟你说。好像唱情歌。哎呦，看到我了。你把鞋都买了没有？买了。买你妹，健身有鞋，我操。我有什么办法？贵了还不就贵了，你走带过一阵你走得过去啊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们说话了。等一下我出来再看。我看一下我玩。哎，真烦。舍不得啊，哎呦，把个一级烂剑圣追老子。取什么名字啊？哎，这什么鬼？我觉得好贵啊，我等熊怪吧，我直接挂机了。呵呵，有你这样上剑盾呢？你管我的？真蠢。高兴。我乐意，我高兴，你管得着吗？蠢就蠢嘛，你管得着吗？那个人物有萌萌哒的吗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那个人物都是长这样的吗？对啊，都丑得很，哪像你的英雄联盟啊，安妮啊，金克斯啊，炮娘啊，提摩那么萌啊。这个游戏就不是人玩的，我告诉你。那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是东西。你是什么鬼？我不是东西，我也不是鬼。那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个250。这是什么？教教我吗？好像唱情歌。这怎么了？他在教我玩吗？怎么给农民加一个，结果农民死掉了，算了。最美的烟火。啊，这个鞋带好像野怪没有用啊，对吧 ？Yes, it is。妈，想带个。哎，这个不是小单位的吗？怎么变大单位了？你都变成中等单位了。挖开吧，挖开吧。怎么玩呀？你先玩战衣啊，战衣上面有很多提示的。我刚刚没有看，看一下。哎，可以卡。兄弟们，不要挖了。我怎么可能滚不动啊？妈，那边在出飞龙啊！我操。哦，出龙衣了。哎，没打到黄叔啊，人品真差。这打都不打得赢。别被一刀干。打我的小宝宝，别打我。你的小宝宝。对啊，它中间有六个格子，跟 DOTA 2差不多。我们家玩不起 DOTA 2呀。混！要被调色，要被杰森调色。怕死我喽！讲得我像闯王爷一样怂。嘿，本来就怂啊。All in the world, you very very 怂。哎，有人才二级，真挫！哪个王八蛋二级？你告诉我。Who is two？ 哎呦，什么玩意来了？我靠，牛顿！我靠，两家呀！不晓得我跑哪儿去了。哎，正好，正好，正好。哎呀，我怎么没避难呢？飞飞飞飞，爽不爽？我直接 TP 了，日你妈！
哦，他死一个。哦，怎么的？我操！为什么直接点 TP 呢？好像唱情歌，温暖了寂寞。我感觉不好打，他们两家也是猥琐的。不好打就不好打。他居然不卖 TP 啊，这家伙！难道你好像说的我们没打过硬仗似的？有啊，有右下角就是技能啊。右下角。妈呀，阿西发哪个？你看他每个技能上面有个黄色的字体，它就是快捷键，你按那快捷键就行。我看一下，哦。哇，这英雄复活好久啊！赶紧偷地洞！我的小兵死了怎么办呀？死也死了。啊、哦，那边在偷这个玩意儿，我操！加十二啊，你妈！哎，你英雄死了没事。换不来呀。先把大怪偷。没血，没血好打的。就是血被床也买掉了。怪我毛死。没好。我操！他妈，这整个地图被他们练光了。嘿。我们一个大法师还没什么用啊。对呀。这怎么回血呀、啊？这怎么回血？你要到个商店里边才有回血的。我这钻剑，70多公里啊！小黑能不能灭火啊？我操！不能啊。那边是1、2、3、4个，治不了4个那个。真的不得，再去偷一波。小熊，你不考虑去偷个塔？这眼睛神眼睛！哎呦！太惨。我操，已经剩好了，你没呀、我才发现一个问题，我没有 TP 啊，啊不，我没有单传、啊，这不是在送的吗？送直接 TP， 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买单传？你为什么买了单传的呢？好像唱情歌。哎，我找地方去把矿偷了。不用，我听见了马威的声音了，玛雅。就是你现在玩的那个英雄啊。四个
四个自爆鸟，四个那个，我要有八个九个。哎，这游戏怎么打啊？偷不了矿啊，都在家门口的。这健身衣被又被我牵制到家里边了。什么没 TP？ 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你妈带的呀！偷不了矿啊！我操！我要吃一波，你去吃啊！该吃一波还是要吃的，该吃一波还是要吃的。我操，多到爆啊！怎么吃？我还是觉得比我多好像。白天，哎呀，刚好是白天。我靠，这么鸡巴多！我觉得只有我们俩一起才能把我们俩一起把那波吃了吧。我有十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，还有十二个，我觉得可以吃啊。你有没有 TP？ 他有 TP 啊，他 TP 了我就白网了，是吧？还在招，要来赶紧来，就现在。来啊来啊！但是我没 TP， 我打完我就要跑。不追我，挺有经验。准备杀上来。哎，直接上来啊！直接杀上来啊！这我们要刚了的。哎呦，我的哎，你刚才从下面杀上来不就赢了吗？下面我怎么从下面杀？不一样的吗？那我有雾啊，跟他打，怕什么？我先勾引他。看他可能是知道我那边，我大法是没隐身的，我再去买一个。哎呀！啊！哎，他要冲了！好，勉强才能吃完。我操，他对头啊，好凶啊！你是去混经验的吧？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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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五级就行，你把矿开好。你往哪边走啊？你干嘛、啊？你出来！哎呀，我这边在操作英雄去了。挖塔去。我死了，一个石鸠，四个龙鹰。感觉有 MK 啊，没 MK 连你那。快点过来啊！我这边反正我大法师肯定贵了，你赶紧去操兽族啊！不用不用，就守住这边矿就行。守不住啊，我觉得。守得住啊？怎么会守不住？他们没补给了，然后我上面再造一片塔。二爷的塔才是塔。操，这个大牛太凶了。Q 神的鸟才是鸟，谁？他的鸟才是鸟。二爷的塔才是塔。收割。
点一个。好，他们要狙击了。骗子也是要狙击。快呀！我靠！我靠！死绝了！我都六级了，七级了。我都炸光了。我也反正已经没了。我反正已经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都退了，赢了吗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些每一盘都是都好无聊，这样打起来。还好啊，有什么无聊的？哎，你不觉得很无聊吗？我觉得打兽族是最无聊的。嗯，